加扫敢若三礼拜尔就好，啊过去拢毋捌加扫，足严重，概念就对啦。啊，等甲伊拉国家今年的二月份拄啊过年了，元宵节的前一天，甲往生。啊，这个中间我六个中间当然是咱阿友拢知影，这拢足辛苦的过程。啊，这个中间就是讲，我本身吼，我的专长是软式网球，有咧运动，但是咧，对骑脚踏车来讲吼，我算外行。甲伊咧过身的时阵，甲我讲，啊无你嘛，该安尼当骑脚踏车当试一下。伊往生的时阵，安尼要叫我这个新闻甲完成一下，我讲，好，我骑脚踏车要弯弯道，这对我来讲真困难哦。啊，但是我嘛真认真了学啦。甲开始九月份的时阵吼，我甲计划讲好按十一月甲要来骑，要家己一个。但是咧，啊要家己骑啊，实在讲，阮囝拢讲足危险的啦，一个人真危险。啊，拄啊有着你拍球中间，拄啊撞着我的一个球友吼，啊撞我这个阿叔，我做迄个球车友阿叔，甲极力来推荐讲啊，拄啊咱。咱这个哎呦，为何你办这个翻台骑 T V 活动，安尼设一点，无你来参加这个安全好喏。啊，这个同好个啊，阿免食，阿免烦恼，住，阿免烦恼，政策搁在你开搭，吼，做好个，拢足放心个。啊，搁一路安尼搁看着咱哎呦这款精神实在足敬佩，真个足敬佩。啊，其实我伫骑个中间啦吼，事实上讲是阮太太伊在带路个，我替伊担尔。工作上来，嘛是欣赏风景，拢伊咧欣赏的啊。我只是在搭啊，尽量把这座路搭完成起来安尼。这个咱还有这个过程吼，我即摆咧顾阮太太迄个时阵，感受着四点：第一就是饮食习惯、生活方式，啊，过来最重要就是运动，运动同重要。哦啊，同一点当然这点嘛是。不可否认呐、啊，我们人的思维，思维一定要正面的，正面是最有效的我们，同心，好、哦、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